规则和任务卡都在桌上，疯狂便利贴，看图猜人。我是不是可以玩看图猜人啊？完颜洪烈，那你很厉害的。对，你适合这个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的，来，第一个项目便利贴。我可以玩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我来吧。真难，每一个都按牢啊。几个？一二。要贴几个？十五。贴多贴那种脸能动的地方，不太能动的地方不要贴。其实鼻子最好的嘛，因为我的鼻孔会动。我这几个了，我帮你贴吧。这个边贴边掉，这是几个了？看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人中贴一个，很好掉。好，好，小鬼十五个了。OK， 这个 OK。走出来就掉了十个。就不想再他先玩吧，你要不你等一下吧。听你这个我心态都崩了，心态都崩了。小鬼掉光了，小鬼我帮他贴，我心态都崩了。那就从 Henry 先开始，来，你喊挑战，三二一开始。哎，有点难度的，但有一些老特别牢的。还有用脚，十五秒倒计时，哥晃晃头，摇头晃脑，使劲儿，上下蹦，上下蹦，来点 popping， 十九八，再来，最后快掉了。六，跑跑起来，风，五，再晃一晃，哥，晃晃头，摇头晃脑，使劲儿，右脸右脸两个，上下蹦，上下蹦，在哪里啊？挑战失败，好难哦，好难，哇、哦，这不行啊！哎，我感觉我很容易，快帮我贴好，我感觉。你这样，小鬼，小鬼，你坐着，头仰着，计时开始，你一起来，全部掉了。行 ，OK， 来，你是最油的，你的这个油。够油了，不行不行，它贴不住，我们先补个妆。哎，我们如果小鬼补个妆然后还是那样的话，那 OK， 那样通过，补了妆之后、OK、那好，可以了，好，来，快，小鬼，全村的希望了。我这是为什么根本粘不住、啊完了，一碰就掉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小鬼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而且超过了十五个，好不好？挑战，快喊！挑战。预备，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这条赛道上没有人打得过小鬼，是因为他的轮廓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有脚啊，就是无敌，一点儿都没有了，甚至哈三秒，是不是可以抽了？先抽了嘛，后面的不想玩了，对，抽中就走了。我觉得可以，把球拿上来。我想抽一个，你来，来来一个。哦。加油加油 No No， 这个班下的好难呀。我先看一下，对，直接开吧，直接开。
直接开。加油！换个游戏嘛，要保鲜。我看图猜人啊，真的，这个行业里，迪哥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在国内，迪哥敢别捧了，不知道待会会出什么题。好，准备开始挑战，开始。那个回的复，这个回家的诱惑，他是那个珊珊什么珊珊，高珊珊，答对。哇，六六，那个救世主，答对。那个莫言莫愁，不是，他是那个静白，回答正确。救命啊！哦，奔波霸，答对。哇，大鹏这是。保你平安，保你平安演的啥名字来着？还我还演了这部戏过，我还演了这部戏过。啊！才第一个。那个，这谁啊？男生，谭健次，男歌手，谭健次。啊，过，答错。人都看不清楚是。哎，这个台剧，救命啊！啊，好难，一个人在这儿。恶作剧之吻，他的是那个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哒啦哒哒哒哒，加油！恶作剧之吻，他跟那个江直树和谁来着？江直树、袁湘琴，答对！哇，真厉害！哇！我的天哪，这我一个都不认识。那个猫妖，不，九命猫妖，答对。哦，那个西红柿首富里，西红柿首富里面是谁？王多鱼，答对。我的哟，那个，情深深雨濛濛里面那个杜飞，答对。那个，建宁公主，答对。Digger，哇，救命啊！这个是什么格格来着？什么格格？另外一个格格的戏，怀玉格格。哇！哇，好牛！绝了，这个记忆力，还有他怎么能看这么多剧？他是有多无聊？迪哥真的是有多没事干，能把所有的剧都看过？多无聊！多没事干。来，自己来。那个，花千骨里面的。啊？他就是花千骨，对，666，上官端瑞端，上官瑞谦，答对，小不开心，歌舞那个当铺里面的那谁，杜导演演的谁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戏。哇，那个猪八戒啊，猪八戒，猪，他不是猪八戒，他是那个，我要疯了，他是那个穿越那个戏，朱一文，答错。茶山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再次得罪，过，答错。No way， 好难啊，压力好大。还有几个题啊？迪哥加油，真的太厉害了，迪哥一定没问题，加油。这个岳尊他是谁来着？东方青苍，答对。我牛。叫做唐雪剑，答对。哇 ！Digger， 加油！小凳子还是小桌子，反正其中一个。确定一个。
小凳子，小桌子，小凳子，它就小凳子。啊，对。笑不出来，想哭。太牛了！刚刚那一下，我的人生像走马灯一样过了一遍。因为以前都是那个答人名儿，太牛了，你这太牛了，太牛了，过了吗？完成挑战。